四扫门前雪这句话的含义在清洁队员的心中不成立。这种大环境大家都那么辛苦，都会比较互相帮忙，都会体谅说，哎，今天谁的工作比较，谁的路线比较脏，或者是说我的路线比较干净，那我去帮忙别人这样。工作期间能够尽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当然也希望大多数的市民能够配合我们一起把这个环境维持得更优良、更干净、更美好。心愿被听见，辛劳被看见。农历春节将至，各县市清洁队工作量势必增加。大安区慈济职工特地前往台北市环保局和平分队道感恩。大安新闻之声美职工黄丽珠、沈光华、张秋燕台北报道。